我们可以登机了，赶快喝完，喝完我们就要登机了。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是，你喝不完了。我们要准备登机了，因为我们今天坐到最后面。我们今天坐第几排？也差不多七三七四左右。七三七四，好，我们是坐右边，进去的左边还是右边？同一边。哦，就一样，左边。好，检查一下我们东西都有拿走。好，走吧。姐姐，包跑去哪嘞？还乱跑。等下我把包包扣好。我们要登机了，跟着我们登机。我们今天是坐 A350， 那这台飞机好像是2年多。姐姐在哪？姐姐在那边。这班飞机应该会很早起飞。应该会就准时起飞吧。东西都拿齁。过来啦。你回去要抽卡包。他数学不好，明明就出来13天，说要抽15。是你自己说要可以抽一半包的。好了。他自己踩到我的鞋带了。是你说的，不是我。你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太大声了。你上去的，你最好是会吧。你好，你好。你确定你会绑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往前一点。对对对。你自己绑啊，那不会。我就没有手啊。那你上飞机再绑。好，我上飞机再。不然你先到那边啦，你先绑。因为我刚好。对啊。那你有刚才那笔的蜡在？等一下，非常狼狈，非常狼狈。我好想要睡觉。你要想要睡觉了哦，你上飞机了。好，这个拿去，这个拿去，快点。姐姐的。哦，这姐姐的，是姐姐的。真的有够混乱的。一个一个来，好吗？行了，你先走吧。谢谢谢谢。全都拿出来。谢谢。全部给他吗？啊！完了，上飞机就被认出来了。我把它弄得有点乱，没关系。因为我们上次也去看到你，很面熟，亮面熟，跟 check in 看过的可能。希望在台湾也看到你。走吧，走吧。哇，好漂亮的空桥。你想走那边？哎呦，你想走那边可以，你要多赚点钱。没有，我是脚酸，我可以走到那边了，我再走。不行，你以后自己多赚一点钱，你就可以走那边了。走进蓝雀号那边。这刚刚说那是蓝雀。今天我们坐的是蓝雀啦，我有查一下，大概在2.5年。我是蓝雀。你是乌鸦吧？你应该是嗓子坏。走走走，我们要登机了。心脏都想着坏，心脏坏了。我们今天坐到非常的后面。拿四个。那姐姐不用拿了。姐姐你放回去，你多拿一个了，多拿一个了。我前面跟前面。那个棒子要收起来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其实根本没有伸很长，可是他叫我棒子要收起来，我就把它再短一点。其实我大概就是伸长大概5公分吧。对啊。
过还是人家都讲了，就是把它乖乖的收好。我今天有带这个啦，所以刚才一直卡住，一直把我的包包打开。我们今天是两个，我们是一个走到一个窗户的位置，有两组，可是我们要拿一个位置跟人家交换，那我不晓得会换到怎么样的位置。你要窗户边还是要走道？好，谢谢。那我们换到一个那个窗户边的位，就是我们窗户边的位置给别人的。那我坐这里咯。哦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们行李都可以放啊。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放。哦，已经放满了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稍微。没有，我们放那边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不用，放那边就好了。放好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是别人家，我们可以放那。可以，他们会放。那我们放应该有位置，应该有位置。对啊，可以。今天全满，真的吗？因为只有包包而已，其他应该不是我。哦，因为还有别的东西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先放那，因为他说今天全满，怕不好意思。今天会很满。啊，对啊，今天有问啊，已经全满了。前两天看的时候也只多一张票，多一张票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登机的状况，好，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